他他会不会不是就是真正叫文化的这个基因的因素，而是说行为、认知的，对吧？观念的这种先天和后天其实都有，对，既有先天的，一定一我们是说人肯定是有天赋的，这我承认。但我说的是基因是测不出天赋的，这两个是不矛盾。再加上后天的习得，不是后天的东西大家容易理解。对，关键就是先天的东西占多少成分，起多少作用。 龙生龙，什么凤生凤，老,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那这个，<laughs> 那这个有没有道理呢？这个，那那我们从社呃呃社会性来讲，你从小好吃懒做啊,啊，家里环境优越，那你这个你你传下来的，那你爸爸那种也是你爷爷那里传下来的你地主嘛，你黄世仁的儿子嘛，等等等等等等。啊、那么，但这些是后天的，<对>多少是所谓浸透在血液里。 多少是你从生理学上可以解释的呢？这这种遗传，我们先从生物学上往上溯吧。嗯，因为我们所有的线粒体，线就是细胞里面的发动机叫线粒体，叫线粒体，线粒体啊，精子里面几乎没有线粒体，线粒体都主要来自于卵子。嗯、男的没啥用，啊、<laughs> 男的给了遗传物质啊，所以就是说线粒体基本上都是妈来的。我往上溯的时候，所有人应该能溯到一个妈。 啊、哦，就是夏娃的、那个，就是线粒体夏娃，<下>大约就是二十万年前吧。我们智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啊，我们找不着爸，外热色体一定只能来自于爹，啊，所以往上溯也能找到一个外热色体亚当，大约也是二十万年前。但这俩不是一对儿，这是我们目前遗传学的证据，都在非洲。这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出非洲说的主要利论，至少我们今天人相当数数数到那儿去。 对对对，我也有一次看一个纪录片嘛，就是还看到就是说，哎，说你看就追溯到多少万年前，那就是亚当。我一看，那就还复原出一个图，说可能长这样，我这基本上有点像泰森。<laughs> <laughs> 那是咱们的祖祖爹是吧？祖爹，这是这是他从基因从这个这个呃线线粒体的角度，从线粒体和外染色体向上溯就能溯成这个样子。当然，今天是单中心起源还是多中心起源，是非洲说还是？ 东亚说，大家还是有争论的，学界也没统一。但这个过程中呢，换言之，也就是徐老师，我们往上溯中华民族的，特别是男性，非常简单，大概在五六千年前有三个外染色体急速扩张。我们如果往上古的这些神话吧，或者说就是古典上去对，黄帝、炎帝、蚩尤，看得很清楚，那三脉。 史料是不全的嘛，哎，我们也搞不清楚。撒撒就那个 Y 染色体在扩张，啊、在急剧扩张，就是等于说他们那个时候后代很多。今天另外一个支撑的数据呢，是在欧洲，至少有大概百分之七的男性是成吉思汗就黄金家族这一脉。啊、这个更好理解，是蒙古西征的时候啊，就逐渐的大家其实是男的杀了，女的给你传宗接代，然后慢慢的混混混,混，就混成今天这个状况。 往上溯都能溯到一个黄金家族上去，好像说是成吉思汗孩子最多，哎，吉他的后代，吉他的后代，不能都是他生的，他他的外卷子体传给了这些，他的孙儿最多，拖雷啊，拖雷啊，这个旭啊，这些啊，郭靖啊，郭靖，郭靖倒跟他好像关系不大，郭靖咱得去找郭啸天，那是另外一半。所以就是说从血脉上溯呢，我们往上溯一溯啊，咱俩五百年前也许不是一家，五千年前大概率是一家，没多远。 所以，我们应该相亲相爱啊，对吧？哎，就是这个文化会不会写在？因为咱不知道它是怎么写的，是就是说一个基因这么你说遗传变异，遗传变异哈。但是我想象的要像电脑那个写入的话，呃，当然我过去看闲书啊，听过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啊，呃，一个人的身体内藏着人类所有的经验和。 记忆，我不知道这个在物质载体的层面上讲能不能说，比如说我这一辈子的经验，对，也以某种形式会记载在往下传的 DNA 里吗？啊，我给你举极端的例子比较好讲，就是在医学上，啊，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句开玩笑的话，还是骂咱们男人的，真正对人类对人类健康有影响的，是那些仍有生育能力的老男人。 嗯，就是你了，<laughs> 徐老师淡淡，我没说啊，我没说啊,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那个话，现在说你抽过的烟，嗯，喝过的酒，啊，打过的仗，干过的任何的这些事儿，都记录在了你的精子里。哦，生活经验，精子里是正儿八经的，会在你精子做解数分裂的时候，以表观遗传学的方式产生甲基化，更多的是累积了有害的突变。平均三十五岁以上的时，候每一年会多两个突变。 这是目前可以测得出来的，有对人类有坏影响的。的的的哎、我刚才我刚才没听到那个坏字，我突然想，哎呦，责任怎么总大 <laughs> <laughs>？我这个地球有很多精子库啊，你知道这个全世界，在欧洲吧，最著名的其中的一个精子库是哪个国家的吗？这个国家男性身高是最高的，荷兰。对，一米八七的平均身高，嗯、所以荷兰精子库是大家都想要，因为很多即使是不结婚，我也想要个孩子。 啊，oh. 就有这么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高智商、高学历又很帅，大家看着都很好。然而他捐出的精子，百分之九十都是自闭症，生出的后代都是自闭症。后来发现他就是自闭症，通过精子把自闭症的基因带进去了。我认真考虑过啊我那时候，他由 C.E.A. 读书的时候，他们拿来一个表，呃，大学生两百四每个每哎，美金啊。 我那个时候读的硕士，400嗯，四百多，就是捐一次精，对，不是捐一次精，一个月得去四次啊，捐四次精，<laughs> 硕士，呃我刚才讲四百多啊，嗯、博士是八百。当时四百美金对我很大的意思啊，我们几个人认真的考虑的，唯一阻止我们的就是有人说以后你跑到超市对面走过来一个新宿东，你怎么办？想想，哎呀，算了吧。 现在后悔呀、啊！<laughs> <laughs> 那那个女的呢？那卵子有这样的卵子是配几制？嗯，卵子从您生出来那一天、哦、就没影响，就这几万个卵子啊。精子是一个竞争制，我们男性的精子质量是在下降的，这个我们要承认。就是越早发挥的越好，孩子还是要早生。嗯、他的一个逻辑是这样子，就是在于我们男子精液的精子数，活的精子数是从将近一个亿，现在降到大概就两千万左右了。 哎，竞争对手少了，而且这里面精子是要分级的。精子啊，这个东西大家能理解的，就是蝌蚪，对吧？对，这是个头，后面带个尾巴。对，那个尾巴怎么游呢？是个螺旋桨一样转着走。哦，是这跟那潜水艇一样。啊、精子唯一的线粒体就是在它尾部，头部就是遗传物质，所以精子也很厉害，几乎携带不了病毒，太小了，病毒进不去啊，空间不够，它是这样子。嗯、啊，精卵遇到一起的时候呢，这个首先啊，一个精子啪碰到卵子上了。 我们简单理解啊，它只是给了一个信号，告诉我要进去了。然后这个精子，它是没用的，噎着了。<laughs> 紧跟着那个卵子开了洞，不要进去了。这就是先驱。<来>我有时候经常拿这个例子去去比喻创业，跑了特别快的那个未必是好事，哎、你只是创了一下，帮助第二个打开了一个一扇门。前浪铺在沙滩上。对，嗯、但它是随机的。 因为那个卵子周围有好多精子了，它好像是在哪个位置开洞，你是不知道的。您看上一集啊，这个尹老师讲到一个，就是这这徐老师，你肯定知道，那个时候就是严复翻译天眼《天演论》。嗯，对。然后后来我知道呢，其实严复的这个翻译啊，他是按照自己的意思啊，也改变了一部分这个赫胥黎的意思。对。赫胥黎说呢，就说这个这个适者生存嘛。赫胥黎的意思就是说呢，动物界都是自私的基因嘛，都是自私的。嗯嗯嗯、他说，但是呢，因为是人类。 反而我们可能有集体的利他的真利他真利他行为，但是呢，你知道这个严复他们当年啊，就有敢于咱们那个生死危亡之际啊，这个晚清的时候，对，所以他们为了促进这个思想变革，他把这个思想就说成是适者生存，适者生存就是说你要不强，你就会被灭亡，就变成了我们后来比较担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哎，就是允许大家去筛选人口质量。 所以希特勒后来用到极致了嘛？哎，是通过高尔顿的这些优生论。其实那一脉到现在就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您讲的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信号。就其实每一个人类活下来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今天你怎么定义智能？我们现在城市里我们可以活，扔到草原上，那可能今天非洲人那些原始民族他更比我们适应那个环境。看你怎么定义。所以就是说，呃，从你们的研究来看，理论上讲，大学教授。 的这个遗遗遗遗传，他的儿子不见得就是最高，概就是大学教授。我们自己讲，富不过三代，九八五也不过三代。嗯，我问过好多人，复旦、北大、清华，连续三代的几乎就没有。换、哦、言之，从我爹是看不到我的。欸、你看，他已，你像贺贺胥黎就已经讲到了这个自私基因，对，利他基因，对，就是有利他基因啊，没。 还蛮难的，我其实很难定义什么叫利他基因。但是人类从人性上讲，是真的有一，就是我们是第一种诞生了真利他主义的。嗯，就是其他的物种几乎不会为别人而死，嗯、顶多是为了自己的亲戚而死、哎但是。但是你真利他主义不是基因啊，是后来的一种道德训练。哎，问题就在这儿，就是道德训练会不会影响基因？甚至于我们再再再往前问一步，就是过去我们认为，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 啊，或者他这个这个脾气，呃，甚至于说他这个呃待人处事的这些东西，是从小跟您模仿爸爸妈妈怎么受家庭影响，对吧？但是呢，我跟您瞎白话，我您一听就是就是文科生啊。比如说你像咱们这个王阳明，对，讲这个心学，<对>哎，一直到他可以追溯到孟子，呃，王阳明这个心学他讲的啊，就是、说人心里有一种东西叫良知，这个良知啊叫不学而能。 孟子讲的意思，就说人天生就知道什么害羞，或者说人天生就有恻隐之心。比如说，看见一个小孩哎，这个这个掉井里了，你你你天生就有恻隐之心。那么他认为这个天恻隐之心，王阳明认为啊，这个恻隐之心是天生的。我就瞎这么联系，如果他这个心学说法能成立的话，那么某种恻隐之心。 跟基因有关系吗？三十一亿了，现在三十一亿啊！人类是怎么会有恻隐之心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一个有一本书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就是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对对、嗯、对，对对对其实很大程度上讲，就是因为进步了，就是因为我们科技提升了，大家不需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自然界其实是一个修罗场，没有什么生机盎然的自然。我们看到的生机盎然自然是人类自己给它人性化了，其实物性化的一个自然。 那东西就是个修罗场，两个物种遇到一起，绝大部分就是吃啊、杀呀、啊，大家一起能延续后代啊，选择很少，选择很少，啊，我们能看到的基本上每个物种都在,在强烈的选择和被选择当中，这是实际的自然。嗯、按照刘慈欣的话讲，就是个黑暗森林，它是个丛林法则。那么人类来讲的话啊，比如说基因是不是能决定性格？确实，有一些基因是极端的，更容易躁狂。 换言之，这一部分人呢，也可能更容易，比如说在战争年代，他可能经常能获得特别高的战功，啊，嗜杀成性，特别勇猛。其实这两个词是一个意思，看是从你这方还是从敌那方来说这个。对对对。但是在逐渐逐渐，我们对这种战争的代价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时候，比如说核战争，大家都不可承受。那这个过程中呢，大家就更加趋近于以文明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整个来讲，人类在性格的啊，应该来讲，与人为善的这部分要素是越来越多了。啊，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够解释的，或者大家容易接受的，还是在于啊，仓蝇实而知礼节，一个社会大环境造成的。但是从我们基因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会间接的去筛选掉这些暴力的这些要素，因为它可能会被更多的能减掉啊。我讲的是自然选择。 你选一选，他可能就不占优势了。您可以理解，今天如果咱们天天打仗，那么一个特别嗜杀成性的人会有最多的后代。如果今天不打仗了，他不有没有那么多机会，有更多的后代。那么嗜杀成性的这个基因，我说的比较极端，就在这个基因谱中逐渐被筛掉了，这叫基因漂变，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发生。哦，我可以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美国的这个雨燕，一种燕子，在高速公路路的桥下筑巢。嗯，那么。 原先的雨燕，一开始飞的时候，一定是先往下落，然后再飞起来。第一次，车太多了，所以雨燕掉下来就被撞死了。就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短短几十年，所有的北美的这个雨燕，它的翅膀全变短了。因为那些更长翅膀的飞不起来，短翅膀的就可以在车撞的时候它飞起来，这是被筛选出来的。你可以说这是车带来的问题，但是在基因上，的确长翅膀的雨燕就被筛掉了。 我能讲一个例子：一九二四年三月八号，一九二四年三八妇女节，三八妇女节，何香凝提出废除一夫多妻制，啊啊、哦，<laughs> 结束了一个腐朽的，给女性更多的选择权，使得每一个男性都有机会有一个老婆了。就是你的基因，比如多少基因特别好，假如说还在民国，你可以娶二十个、三十个老婆。哎，其实你是用钱去买断了这些女性的机会成本，为你生孩子，那就意味着多了二三十个光棍儿。 所以一夫一妻制这个事情本身来讲，是让基因尽可能的保持着它的多样性，每一个人的基因都有机会传递。所以这样的事情你不能简单的用。我我以为是保障有钱的男的不能多娶老婆，也是对。香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是废除的很晚的，哎，废除的很晚的。澳门你看，其实还有好学生，我的学生当中有很多讲自己的家里。 就是一个爸三个妈，爸妈二、啊、妈,妈是，都有，<样>对，在一起生活的就这样。呃，我以为这个是一夫一妻制，应该是保障女的吧？啊，你照理说就是保障整个性别斗争当中的弱势者，应该这么理解，这是<对><对>这是对的分配嘛。但是从这个《哈姆拉贝法典》开始就提倡一夫一妻制，但是到了，因为中国实在是把农耕文化用到极致了。 <noise> 所以我们是存到了最晚最晚。我们理论上也叫一夫一妻制，然后是一夫一妻多妾，是用这么一个角度。因为理论上一直是，呃，你太太只有一个的，就是妻子，什么皇后啊，什么宫斗剧里边都是一个的，其他的就是就是，只是男女不平等，女的没办法这样，除了武则天。所以你看，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比如说在动物界，那是天地不仁的。 啊，对吧？他是，比如一个猩猩或者什么的，他有条件的，他就要占有更多的交配机会，对，从而这个基因呢传递的效率就大，直接体现了。哎，但是所以我就说啊，这个人类是很限制不同的，哎、人类的文化和文明，它最后它产生了要公平，但是,是这个公平，呃，和哎，你讲没有没有，但,但是就是但是就是古老的这种这种这个分配制度。 产生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情感基因还是叫什么，还是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比如说，他们说嫉妒的产生，嗯，就是为什么男的会嫉妒，女的会嫉妒是不一样的。就是说，男的会嫉妒是因为他不知道他那个就是那个后代会不会是他的，所以男的更在意女的有没有跟别的男的发生实质的关系。对，而女的嫉妒呢是嫉妒情感的，比如说她可能觉得这个男的他跟人家情感出轨比身体出轨更重要，是因为如果情感出轨的话。 呃，哎，怎么说？就是说，财产一半就被、呃，就是说，他的占有的这个男的的资源，这个财产就会被别人给拿走，对，抢走。强制所以，尽管是这个一夫一妻制了，但实际上我们记忆里头那种，是是是这种不是一夫一妻制的这种记忆的这就还在其中。呃呃，就是顿开这个感悟了，就是说，动物是通过你讲的那个环境啊，基因演变出来。 人类通过一系列社会制度跟文化习惯的来做这个调整多了一道束缚的调节，多了一道，多了一道束缚。而且人类的这个历史是很短的，跟大部分动物比。<错>如果按照这个动物界的这个逻辑的话，那么我们的很多公平，的的这,这个这个这个要求或者文明的这个要求不公平。呃，怎么说呢？就是人人都有。 呃，传递 DNA 的机会，对，这是咱们的价值，对，对吧？是，好像表面看起来，似乎这个跟那个 DNA 的意志有点呃不吻合，对<着>但是呢，我还看过一种理论，某些社会性的东西有没有写在 DNA 里？也就是说，所谓啊，你看，往往互相帮助的呃这个族群，它在这个集体的意义上生存的概率。 可能会更高，这个是个确<吗>这是个确定的结论，是对的。就是在当年大迁徙的过程中，啊、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存活概率更高，这是有证据的。你看，就是、啊、那违反了这个，呃，DNA 它自私，它要活下去。不是啊，因为有血缘关系嘛，所以我只要照顾我这个族群的人，就是延续我的基因嘛。你会明白，母狮子是互相照顾小狮子的，但是公狮子一定会先咬死上一个公狮的小狮子。 才会使母狮子停止哺乳，嗯、对，重新进入受孕期<对>生自己的孩子。哎，那蚂蚁呢？蚂蚁是一种蚂蚁是克隆生殖，啊、是克隆生殖，啊、所以不存在这个问题。蚂蚁是一个社会性的一个物种。我我因为我您刚刚说这个，我就在想，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看那种就是大自然的片子，看动物、嗯、就动物世界的片子啊。我、嗯、们看的时候，其实。 哎，觉得特别好看，<人>特别美嘛？但是加上了很多人类的解释。对了,对了，就是、是你人类的视角。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我在想，哦，它是不是像一个就是人类世界，有杀戮，有有求偶，有什么，有这个延续，有这个。知道。实际上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鸟是怎么怎么快被弄光的嘛、嗯？嗯。被猫，野猫。嗯。就实际上我们看到的这些这些这些事实，澳大利亚的野猫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会看到哪个地方着火，这些猫就会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跑过去。消防队啊，不是，因为那些鸟就会被烤熟。哦，我以为去救火，我说这也太利他了。<laughs> 甚至很多猫已经趁人之危，一对就趁鸟之危就开始进行这种屠戮，真的是灭绝式的在消灭野鸟，那、嗯、只是没发展到点火的地步。哦 对，<laughs> 所以，错，所以我们还是不如人类。所以我们要人类就会点火。对，所以我们要真以为我们人类世界跟动物世界一样，我们就会越就认为我们也是这个物竞天择。就是、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一些动物界我们也解释不了的问题，比如说这个鸟类确实有很严格的一夫一妻的，比如天鹅、嗯、也会有，啊，也像鸳鸯，就也还有好多的物种它有语言，你听不懂。 鱼的记忆也绝不是七秒，鱼的记忆可以很长。嗯，有些鱼会知道谁是它的主人，嗯、还会跟你打招呼，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我们今天对动物的很多的理解，哦、应该来讲就有点像我们对人类婴儿的理解，他早就会了，他说不出来，你就认为他不知道。嗯，就是咱们讲 DNA 的利益哈，DNA 的利益是你个人的利益，还是这个种群的利益？呃，比如蜜蜂，对吧？它好像感觉就是什么。 只要我的 DNA 能传进下去，某一个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牺牲的。对，所以这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利于他这个种群的。我们不叫真利他，这就是这个就叫利他。但这个利他基因是基因决定的，是基因自私性决定的。你看，就是这个自私，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没办法，这、就是、是动物性的，<laughs> 是动物性的利他，就是我为了种群的基因而死。我们简单讲，这就是利他行为。这个利他行为有严格的基因的。 要素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的一些真菌，啊，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现总有些真菌可以一直往上去扑，后来发现不是，它是一个骗一个，最后最笨的那个被骗上去了，<laughs> 这是基因决定的。嗯，黄继光或者这些，他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这不是基因问题，这是那一刻真正为了他所在的这个人性，这个叫真利他主义，他跟你根本毫无血缘关系，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从哲学层面来讲，从科学层面上讲，都应该去提倡的一个东西，真利他，就是崇高吗？倒不能讲崇高吧。之所以人之所以你自己定义成你叫灵长目万物的灵长，嗯、凭啥呀？这至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嗯。哎，这个爱在 DNA 里吗？那跟繁殖有关。哈哈哈哈哎，这个有关。爱，理论上讲呢，爱是一种非常难以去描述的一种情感。这个爱。 比如说，男女之爱、子女之爱、对群体之爱、对人性、人类之爱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爱不是一种，至少我们今天从激素学的证据，就是从我们的各种分泌的这荷尔蒙的证据和从这个脑波的证据，它都不是一种的。你像有一些爱，比如说这种冲动，我相信动物也有，但有一些爱恐怕只有人有，或者说只有人能被证实，有一些不可证，不可证。 所以，这个问题呢，会到了一个，就是像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您说那个城市，到什么点上以后，就会出现一个我们人类意义上有的爱，这个证据我们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因为你没有办法自己拽着自己的头发把你拽离地面，等于说这个 DNA 啊，对于这个意识的产生，我们还弄不太清楚，搞不太清楚。我们现在还在很努力的看两个层面的东西。 第一个是我们通过脑电波啊，通过这些神经元的这些连接，去拆解它的一个，这只是检测到了一个结果，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和它的成因之间的关系。第二个是我们在不断的去研究你这八百六十一个神经元的结构是怎么做的，我做不出来，我就不知道，所以我必须在结构上先还原你，有点像人类基因组计划，我得先把三十一个弄出来，我再说这一个一个基因怎么回事。 如果我这三十一个基因都没弄出来，你说这个基因干啥？那个基因干啥？这都是缘木求鱼，这都是管中窥豹，啊！所以您刚才说爱是还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还有什么是不能从基因角度解释？情感的问题到今天为止几乎都不能用纯基因解释。那能用激素？<laughs> 激素能看见的可能是一种结果，<经>但激素的这种调控也极其的精准。啊、嗯呃，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呃，很多其实做神经生物学的人都明白一个事一个事实。 就人正常死亡的条件下，不是横死，正常死亡的条件下，其实他在临死前，大脑会自己把细胞，大脑的细胞会把你从生理状态转成了病理状态，释放大量的色氨酸、五羟色胺、多巴胺、内啡肽或者类似的物质。什么意思？让你让你觉得很舒服，嗯，让你自己麻醉过去。对，所以我很多人说有濒死体验。 实际上享受的就是这个过程，有点像我们在高山，比如说爬了珠峰下来以后出现的短暂的缺氧所引起的置换，啊，这是这也是你的大脑为了帮你不痛苦，在危急的时候是吧？死亡是一种程序，死亡是一种程序，它是写在基因里的，细胞凋亡和人类的死亡是一种程序，这个啊，在现在的医学的，比方用基因这些概念之前呢。 呃，哲学家历代的哲学家早就有各种探讨。<對>那一般刚才讲的这个爱和这个恐惧，就是对生命的爱惜，嗯、都被解释成本能，就是用本能。就是说这个本能呢，就是不是因为道德，不是因为教育，嗯、不是因为训练，而是一个他最简单的讲法，就霍普斯的这个本能就是两种，第一种就是呃繁殖的本能。嗯。 那繁殖本能，所以就有喜欢小的东西，爱、爱、怜，包括怜悯等等等等。他认为这个人对自己子女的爱，跟动物对自己小动物的爱，嗯、他认为这个不是教出来的，但、嗯、这个是本能。生物学，生物学，就母亲肯定可以为了孩子不要自己的生命。对，对这也这肯定是 DNA 吧？这个问题其实它是应该是说，既有对后代基因的保护，也有就是利他行为的一种保护。 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那也有那不管小孩的，肯定也有。其实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在于，其实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他亲生的。哎呦，这个事儿就更复杂了。<laughs> 就是说，不是，即使你自己心理上把他认定就是你的孩子，即使你抱错了，你也会救他。这个时候我就不能用基因去解释了。这种情况是有的，养母也有为了自己的孩子不要命的。 这就是也是有真理他的，还有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报错了，但是他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也有为他不要命的，这些在这么多的科学证据当中都遇到过，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两种结果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就还是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行为、哎，就能不能理解就是说 DNA 就是人的一种生理性的东西，它的基本运作原则是自立的。您讲的这个问题就有点像说，我当我晶体管少的时候，它都对。 把 DNA 拆到元素，拆到这个分子层面上，我们看的头头是道。但是这个东西一旦到一定程度以上，有了神经系统以后，它突然就诞生出了好多智能和我们解释不了的东西。嗯，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做脑科学的有一个悲观派认为，以人的角度研究人脑是永远研究不明的。对，是。对人，就等于你不能就着自己的头把自己拽起来。然后哥德尔不完美定理嘛，<对>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一个系统内永远实现所有的要素都自洽，你必须有第三只眼去观察它。 中国过去有个笑话吧？古代就说这个大力士楚霸王、啊、项羽说劲儿多大？当着他的众将领说：“你看，我能坐在椅子上把自己给抬起来。呵呵”这哪儿做不到？<laughs> 对，这有点像您打的打的这个比方。这个过程中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要素，也是哲学家这么多年讨论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们先从科学上讲是很简单的。现在全世界科学问题看的很多，实际上就三件事儿啊，三件事儿呢，我们。 把它叫做“两岸一黑三起源”，嘿，嗯、怎么讲？两岸暗物质、暗能量，嗯，这是宇宙当中我们看不见，但它就是存在暗物质、暗能量。因为你能看见的都是物质和能量，嗯，但是物质和能量一定有它相反，有正数必然有负数，这两个东西不相等，这两个东西不相等，宇称不守恒。那么这个东西我们还没有观测到，因为没有工具，但是数学上，或者说我们经过模拟演练上，它是存在的，这是两个大事。然后一黑是黑洞，嗯，黑洞背后是什么？ 黑洞那个点是不是奇点？那个字不念奇，念奇，很奇怪，奇起,起点，起点的意思就是在在那个点上，所有的物理定律都是崩塌的，奇一点，奇一点，不遵循任何的，嗯、至少在宇宙大爆炸之前有没有物理定律？这就是第一推动力，或者说这些物理学大师为什么好到最后都有了这种宗教性的感觉？这是物理上所追寻的内容：三起源，宇宙起源，生命起源，最后一个最难，意识起源。